这是为了不让土地爷或者别的什么间谍再偷走情报，我把最重要的秘密资料芯片藏在这三个和尚的脑子里了。啊，喵喵喵，没有人会想得到。搞搞搞，就是想到了也拿不着。慌什么？ 有几名卫兵晕倒在地上了，也许是喝多了，妖精们常有这样的事。不，我得亲自去看看。嘘，轻点。啊，我们怎么会在这儿呢？ 送上门来，这 MMW 魔鬼芯片！啊！火焰山怎么又烧起来了？而且火比以前更大了。哎。 在这多灾多难的地方当土地爷，也真够倒霉的呀！这回可不是我放的火，没说是你呀、啊。别急，我有芭蕉扇，我去把火给灭了。嗯，去吧，当心呐、啊！妈妈小心。 当然记得，我们都被关在这怪虫子的大肚子里，吃足了苦头。现在让我来消灭它。嘿，好，好，为我们出了苦窝囊气。可你为什么不变点好吃好喝的出来？要这些桌子板凳干什么用？这是手术台，我要给你们动手术，把你们脑袋里的芯片给取出来。啊？
你胡说，脑袋里怎么会有芯片？那是裂脑魔王刚刚放在你们脑子里的资料芯片。这些数据信息对我们消灭裂脑魔王很有用。可是我们怎么自己一点都不知道呢？当时你们都被催眠了。这不可能，我头上一个疤都没有。我们对电脑一窍不通，哪来的什么数据呀、信息呀？那些数据信息是用特殊密码储存在潜意识里面的，你们自己是觉察不到的。只有用特殊的程序才能启动打开。怎么样？你先来。啊！要劈我脑袋，我不干。又不用开刀，你害怕什么呀？啊！八戒，你就先来吧。倒霉的总是我。师父下命令，徒儿也没办法。嘿，啊，怎么不起作用呢？太奇怪了，难道芭蕉扇又变成假的了？闪失，我朱某死了不要紧，可师父不能死。哼，这八戒就会耍贫嘴，这叫狗挑帘子。嗯，怎么讲？全凭一张嘴。这有意思。啊，瞧，天怎么红了？嗯，火焰山又烧起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我们又不能去西天取经了？那倒没什么，罗刹女那儿有芭蕉扇，我这个时候就别去找镜片博士了，那边现在肯定是一片火海。芭蕉洞马上就要到了。哪来的妖精竟敢欺负妇女儿童，啊，快显出原形受死吧。就这么几颗小小的火球，正好给我暖暖肠胃。我的肚子能装半个太平洋，就是十座火焰山也不在话下。
有，外面也没有。我看他们一定都去救火了。我说嘛，到这里来是白跑一趟。你们先到洞里去等着，我去找他们。走，我们一起去。这里不能再躲了，水都快开了。妈妈，我们一起冲出去。我实在飞不动了。我也不能飞了。飞不起来没关系，我的磁力炮会帮你们飞上天的。 MMW 魔鬼芯片。这是什么怪玩意儿啊。妈妈，让我来。别喷别喷，这是磁力炮，只有现代科技才能摧毁它。烈脑魔王，好啊，原来是你这个恶魔把火焰山又给烧起来了。别激动别激动，当心中风。烈脑魔王，你破坏生态环境是要遭报应的。我可不懂什么叫报应，毁灭一座山又算不了什么，我随时可以把整个地球毁灭毁灭。地球人是不会同意的。我们外星人也抗议。我没空跟你们磨嘴皮子，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去做呢。 MMW 魔鬼芯片。咦，这什么东西，怎么回事？哎呀，火越烧越旺了，难道国差女的芭蕉扇又不行了？哎，这火焰里还有强烈的放射线，跟普通的火不一样啊。我听土地爷说过，烈脑魔王发现火焰山内部有油矿。啊，是他引燃了核燃料，怪不得。那怎么办？哼，天使芯片能够扑灭这烈火。快启动天使芯片。注定是无法跑出我的手掌心的，就像你的大徒弟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一样。哼，当然如来佛连我一个小脚趾头都不如。不不，不许你侮辱佛祖，我还要到他们那儿去取真经呢。哎呦呦呦呦呦，瞧你们这些可怜的人。你们用不着去西天取经了，我的电脑病毒就是最好的经文，噩梦星的金字塔就是你们的极乐世界。有种的就把这牢笼去掉，我们来拼个你死我活。放出来，你们不又跑了？有什么好嫌弃的？绿孩儿会来找你们算账的。那正合大王心意，大王把你们弄来正是为了钓绿孩儿这条大鱼呀。火被绿孩儿扑灭，看他们还能神气多久。MW 魔鬼芯片。火焰山又烧起来了，我们被大火包围了。不要慌，我们冲出去。现在的样子一定很难看吧？不难看，经过这么多爆炸你还没有
有受伤，真了不起哦。女孩儿，我是故意不打死你的，为了不损伤我要的天使芯片。见鬼去吧，你以为装着一张大脸就可以吓倒我吗？为了和你面对面谈判，我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你那是一厢情愿，真是太可笑了。天使芯片也许能给你无穷的力量，可我的魔鬼芯片能将它完全抵消，就像相同数字的正数加负数结果等于零一样。那又怎么样呢？剩下的就只是一个流着鼻涕的小学五年级的小姑娘和全宇宙最可怕的病毒魔王扳手腕。这结局还用得着我说吗？我可不是一个人，还有我。对，还有你，还有许许多多的朋友。可怜的小丫头，你还不知道吗？他们全都被我抓起来了，现在他们的生命悬在一根头发丝上，等着你用天使芯片来交换。不过我要提醒你，我的耐心是有限的，只有两个小时，两个小时。荒凉的沙漠死城里只剩下我们俩了。列脑魔王说的对，天使芯片如果跟魔鬼芯片相抵消，我们是绝对斗不过他的。你一向很坚强的，今天究竟怎么了？我们跟列脑魔王斗不是个人之间的冲突，而是善良与邪恶的大决战。你说的对，我们背后有真理，有正义，所以从古到今，善良最终总是战胜邪恶。哈哈，你的自信心又恢复了，咦，太好了！你真行，说的真好。这都是你说的嘛，真是。会来的。好了，废话少说。列脑魔王，我现在答应你，用天使芯片交换镜片博士和所有被抓的人。那就对喽。现在你向前走。走进这道门，一直向前。就在你身后，请进。你们人类最大的弱点就是讲究良心、友谊和爱。为了不使你的朋友变成金属，你只好用天使芯片和我交换，这就是你们人类的悲剧。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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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可别高兴得太早了。现在为了你的信念，带着你的芯片从这天桥上向我走过来。天使芯片送过来了吧？我怕你耍赖。笑话，我堂堂的魔王还会耍赖？那好，说定了。哈哈哈哈，小丫头，你上当了。魔王是从来不讲信用的。